展示会出展に経験豊かな国際専門チーム香港博美集団展覧有限公司主催第2回北京国際メール博覧会2018年11月26日から28日中国北京国際会議センターにて行われた2017年博覧会開始以来多くの国際ブランドの企業から参加と支持を得られた。今年の面積は昨年と比較し2倍を増やし全面的にネイルとまつげの最新の商品と技術を展示する予定。会場にいらっしゃった方々には市場の最新技術、お互いの情報交換と交流の促進、新たなビジネスの開拓と商売活動ができる場を紹介したい。博覧会の開催日は各店舗と専門バイヤーの仕入れタイミングに合わせクリスマスと旧正月などの前に設定している。展示商品は業界有名なプレミアムブランド、国内外ネイルまつげの最新商品と海外のネイルアーティストたち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も見れる。これはゴールドチャンスでもある。博覧会の開催はかなり良い結果となり出展者とバイヤー様たちからも良い評判を得られた。プレミアムネイルとまつげ商品にはネイルアート商品、マニキュア、ネイルグルーおよびクリスタルネイル商品、つけまつげ商品、ネイルまつげ工具、ネイルまつげ教育機関。日本회사이기도하고요한국회사이기도하고많은곳에서수출을하고있는회사입니다저희가중국진출을많이하고베이징은이번에처음이어서저희대리점하고같이나왔습니다이번에굉장히깨끗하고중국전시같지않는느낌으로되게깨끗하고좋은경험인것같고요그다음에많은브랜드봐서좋았습니다아네내년에도저희대리점하고같이참석할예정이고요그다음에조금더많은준비를해서나오려고노력하겠습니다저희가북경에처음진출을하기때문에요또와서많은것들을보고또중국시장을알고북경전시는처음인데보통광저우많이가는데북경전시처음인데깨끗하고굉장히좋은전시인것같아요국제적인전시같은느낌입니다조금더마켓을많이저희가홍보를해서요내년에도꼭참석을해서좋은성과거두겠습니다네日本の日本大阪からより来ました。ナチュラルフィールドサプライと言います。当社は中国ハンツォにも工場があります。それで今回この展示会に参加して当社の工場があることを皆さんに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こと、それともう一つは日本ではナチュラルフィールドブランドでもう20数年、販売してきておりますけども、これを中国の人たちにももっともっと知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いう目的で来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ます。今後 もう多分続けて、出展させていただ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すのでね、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我们是汉娜比花火社日本美甲学院，然后我们主经营的是美甲美睫商裁还有沙龙还有学院，然后这次过来的参展的目的是为了推广我们的学院还有我们的产品。我们家有代理日本的品牌的产品，也有自己自主的品牌产品。这次参加展会的感想其实还蛮多的有很多想说的点包括卫生方面我觉得都挺好，还有设置了一个充电的一个场地，我觉得都特别人性化，还有场地的分配通道的一个宽度我觉得都挺好的，还有顾客，最重要的是一个顾客的人流量他们的品质，顾客的品质我觉得都是我们想要的一个顾客方面的一个群体整体方面我觉得都蛮走心的，所以对于这次的展会我觉得挺满意的如果说下一次我还参不参加，所以我决定下一次我还会参加这个展会我们公司是 Canipen 的日本美甲学院，然后主要代理的是日本的高端的美甲凝胶品牌 Vitra， 然后还有贴纸品牌 Chanel Pro还有 Nail Perfect 还有 Bellofoma。 我们本次来呢也是想接触更多的高端美甲店主，
然后呢开拓更多的商机。本次展会呢展出的都是海外的高端品牌，中国很少有这种比较国际化的展会，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呢还有日韩的大师的一些舞台展示，然后我们也有参加，所以对这次展会很满意，很开心。下一届展会我们还会参加，然后期望就是希望咱们能继续扩大展会的规模，我们的展位也是一年比年更大。对本公司举办的这种美甲美睫的展会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们的客户群体呢是非常就是有针对性的，全部都是美甲美睫的一些个专属客户，所以也比较有利于对我们的就是发展有一些就是比较有好处，就是因为针对性的客户比较多。只要是本公司参加的举办的这种展会，我们是年年都要参加的，因为我对本公司举行的这种展会是非常满意的，尤其是客户的群体。我的期望呢是能够得到一些海外这个客户的关注，谢谢。2019年的展位我们已经报名了，我明年一定会以更加精彩的方式来参与到本次展会中。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朋友能够欢聚在此，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广州水下化妆品有限公司，我们将代理的胶是西西娜娜，我们胶主要面对的都是中高端的客户。这一次感谢北京博览会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然后这一次我们非常满意，就是人流量也挺好的，而且我们来的消费的人群都是挺中高端的，我们面对的品牌现在这一次也是比较多的高端的品牌。然后下一年我希望我们会继续参加这一次的博览会。我是广州优美美业，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然后这次参展呢主要是为了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然后为当地的经销商服务，挺好的。然后转了一下是这个展馆里边，然后这次来的都是国内外的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厂家和经销商，所以就是我们明年肯定还会再参加，希望以后越来越好。大家好，我是北京美度公司的 U3 培训学院的负责人崔文慧。我们本次呢参展的主要目的是给我们的学员带来新的关于美甲和美睫的产品，还有最新的技术，这是我们本次参展的目的。参加本次展会的感想，感觉有很多的优秀的参展商，然后还有很多新的技术有在展会上给大家展示，所以觉得这个展会是很好的，欢迎大家以后继续的参展。好，你好，我是来自于上海杜敏贸易有限公司的总裁曹伟，但是我们公司经营旗下几个品牌，一个是我们的帕拉杰鲁，我们甲鱼胶的爱马仕，还有第二个品牌是我们的一体胶，还有我们的松风抗菌睫毛。我们的客户是来自于我们的美甲店和美甲师。我希望我们这个展会是聚集我们全世界最高端的美甲的品牌都来到北京的展览。我们杜米也是第二次参加这个展会，第一次是去年的11月份哈，今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们很多的会员来到这里，但我希望我们的北京美博展越办越好。Hello， 你好，我是来自台湾 BioMoi 的陈可君。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美睫品牌，我们这次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北京参加北京第二届吧，我记得是第二届举办的美甲美睫的展览。这次展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哦，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共襄盛举。大家好，我来自优里美熟，我们是日本最大的美甲制造商 Neo Labo 在中国的代理。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展会是想充分的展示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这次参加展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新客户，寻找更多的商机。今年非常感谢主办方，因为这个展会的规模比去年更大了，每一年的进步都很多，吸引了更多的客流，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客户。
在各方面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的准备上面也比去年完善很多啊。我们已经定了明年的展位，是确定会参加明年的这个美甲博览会的。对于明年的期望是，我们希望主办方可以扩大一些宣传面，去吸引更多的国际的观众来参展，这样也有助于我们打入这个国际的市场。谢谢。博覧会では特色があるネイルとまつげ商品以外には、今回の博覧会では知名度があるメディアメイジャーラブおよび CPMA が共同主催、ネイルアーティストチャンピオン 2018CPMA 第3回ネイルコンテスト、ネイルアーティストには交流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にもなった。今回も北京の国際ネイル博覧会で開催し、国際的なネイルとまつげ市場に関わる人々に技術交流と将来的には業界のことを深め健康的な発展に進めていきたい。那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次这个为匠心加冕，CPMA 的美甲大赛的大赛主席，我叫崔粉姬，很荣幸能够在这个北京国际美甲博览会上，与大家见面。这是我们已经是在第二次合作了，让我感觉到这里来跟日本的这个Nehru Expo 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熟悉的老师，包括有很多熟悉的这个店家，所以呢我感觉有特别亲切感。应该来说，我去参加过广州，还有这个上海，还有北京。我觉得这次北京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美甲的这个展会上，应该是属于是最高端、最贴近我们的这个沙龙服务的这么一次展会吧。所以，我们非常的荣幸，也非常愿意跟我们这个主办商合作。对，希望未来我们明年也能在一起。有个很好的合作，那就最好了。谢谢。また会場では中日間からネイルケアおよびネイルアートのアーティストを招待し、11回のネイルアートの新デザインおよびネイルケアの体験を現場で演じる予定。このチャンス見逃さない。我叫曹华，在河北一家美甲经营一家美甲店。我来这边的目的主要是想看一下这边就是日本胶和日本的一些新品发布，还有一些日本的新款式，还有我最想看到的日本老师。非常好，这次展会做的，因为就是看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好多款，还有那个老师讲的一些，老师讲的特别细致，包括一些新产品发布都是我想要的。明年展会还会继续参加。你好，我是来自南京的一个美甲店主，然后我来这边这次主要是想学习一下比较新的款式，然后可以看一下哪一些的货啊我是缺的，然后想添补一些，然后这次来了之后然后学到很多新的款式，然后包括一些细节上面的处理啊这些的，然后产品上的更新，然后也就是认识了更多的新的产品，了解到会参观，然后希望有更多的进口的一些产品啦，或者是一些最新的教学啦，可以更多的录入。明年展会我还会继续参加的。我来自山西大同，一个美丽的城市，然后来这边的目的就是带我们公司的员工，我在山西大同有很多家分店，带我们的员工来采购。我们公司是从事美甲美睫的一个当地的地方品牌，明年我会持续的过来参加咱们美博会的展销会，因为我感觉美博会的展销会有很多老师，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的一些灵感，明年还会继续，很期待。我是来自天津的美甲店的店主，然后我这次主要来呢，就为过年选一些特别好的饰品，为了过年增加一些我的那个单价。
还有提高一下我的那个店中的那个盈利。我觉得这次展会办得特别的棒，因为去年我不知道，然后今年我知道了，我第一次来，然后呢感觉各个品牌我喜欢的日式品牌都在这里，然后还有那个演示，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明年还会来参加这个展会的，我希望明年的展会会有更多的那个欧美的品牌来进到这边来，我对欧美的品牌十分关注。然后这次来的呢，那个日本的品牌来的很多，我大部分的那个一些日本的品牌都要朋友从日本代购，现在呢就不需要了。我叫彭燕，我们公司叫北爱科技，我们主要是做美甲门店经营管理这一块儿。然后这一次来主要是想给我们的一些客户，想帮他们引进一些最新的，最能帮助他们门店去拓客的一些好的一些项目和产品。然后本次美博会里面相当于一次性提供了我们这个行业最新的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和产品，所以我今天就过来专门来过来走访一下，想了解一下看看我们的美甲商美甲店主们他们都在学习什么，研究什么，然后他们在采购什么。所以这是我这一次来这里的最大的一个目的。今天来参第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次展会，说实话给我的感觉还是蛮气派的，没想到能有这么多参展商能过来，并且还有这么多美甲从业者从祖国四面八方赶过来，并且组织特别有序，我感觉挺好的。我是山西运城的，在这边的话主要是想看一些新的产品。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展会，觉得还挺好的，收获挺大的。主要是想看一些新的产品，因为我想计划开一个稍微高端一点的店，所以说想选一些高端的产品。This is my first visit at the show and it seemed like it's a great show.It satisfied my needs. I have been contacting a lot of factories here that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eyelashes. I'm sure that I will attend next year at this show. It's a great show and I got a lot of information and I think that it's very beneficial to our company attending this show for next year too.